然后第二题是，A，你也有这样的特点吗？B，比如说做事努力，对自己要求很高的。C，调查发现，优秀的人都有一些共同点。CBI 正确啊，CBI 是对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调查发现就是根据according to the survey 根据调查，优秀的人都有一些共同点，就是。很厉害的这些人啊，是为什么能够成功呢？优秀的人都有一些共同点啊，比如说这里是不是就举例啊？我们说，比如 for 啊，比如说就是 such as，是不是？是。又举例啊，什么样的人是优秀的人呢？做事努力，对自己要求很高的啊，比如说做事努力，对自己要求很高的，这些是什么？优秀的人都有的。共同点，好，然后最后一个，哎，是不是一个问句？你也有这样的特点吗？是不是问你有没有这样的characteristics？你有没有这样的特点？好，正确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看。第三题，第三题是C A B，好，C 是小王确实是个热情的人，不管哪个同事遇到了困难。他都愿意帮忙啊，正确的啊，第三题是对的，正确的。好，我们看第四题，C B A，好，C 是大学三年级时，我参加了世界大学生汉语比赛，由于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，我们说国际比赛，国际是什么？国际是 international，是不是？就是。是。上节课学的啊，国际比赛啊，国际比赛那种既兴奋又紧张的感觉，到现在还很难忘记。好，正确，这个题目做的都是对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听力。可以看见我的屏幕吗？可以。好。第十课，sorry，进步的标准。好，这个听力我们首先看一下例题啊。好，听力，第一部分，第一到五题，判断对错。例如，我想去办个信用可以卡，听见吗？今天下可午以可你以。有时间吗？好陪的，我去。但是有点，他打算下午有点去什银么？行，听不有点，懂，听不，有点听不懂是吧？对，这个是没事没事，这个是例子。我们哦，后面的题目是这个是一个例子啊，不用担心。那我们直接听后面的。要不要给您点时间，先把这个题目看一下，先看一下题目。可以。好，你先看一下啊。先是五道题，一到五。题目看完了吗？对。还没，好，那你再看一下。